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东极福眼太阳广场，在我们太阳广场来看到一辆房车，自己改房车，来看一下。我第一次看到用箱货改的这个房车，这是来自广东的，看一下啊，带车载音响的啊，看看啊，这个能唱卡拉 OK 啊？是吗？啊，那你，哎呀，这样好啊，还适合音箱啊。这边两个音箱啊，这还有音响呢。那是啊，唱歌把它那个还带空调呢，还有空调的。那要没有空调怎么活？带个电视的呢。对啊。哎，这好啊，这改装的空调，这改装的房车好，可以 K 歌的啊。这正在吃饭，红烧肉，哎，炸鱼，哎，红烧肿鱼，啊，牛肉煮粥，啊，看看这个里边啊，这里是一个，这里是一个铺，带空调的呢，啊，一个小冰箱，双人床，里边还有电，还有电冰箱，啊，冰箱，这是车载电源吗？对，这是车载电源，啊，那这是啥呀？这功放，功放，啊，功放，可乐盖功放，啊，小冰箱，啊。就插个卫生间了呗，哎，卫生间自己搭帐篷啊，啊啊，临时会拉起来的，很容易。哎，看这房子好不好？两个人在这住。啊，这里打出来就厨房。啊，有这个啦。哎，可以拉出来，那个桌。这边啊，嗯，好，这个，哦，这带个气罩的。对啊，双罩的。那没有气，要煮饭吃啊！啊，就拉出来就可以做了。改的不多钱嘛，18000的。哦，18000的。首先我这个是三房的车，防什么？防盗，没人要。啊。我的钥匙从来没拔过，这破车没人要，是防盗。对。来，乌苏里江的鱼。乌苏里江的鱼。乌苏里江的鱼好吃。葫芦籽。葫芦籽。葫芦籽炸的好吃，哎，炸的好吃。这个是小电磁炉呗？哎，对，电磁炉，还电饭煲，啊，挺好。